大家好，我的名字是思辉，今年几岁？今天我要介绍我的梦想工作，成为一名医生。为什么我想成为一名医生？因为我喜欢帮助别人。第二，我想成为一名性长美科医生。第三，如何成为一名医生？ 我会保读5到6年的医学课程。我的兴趣包括医疗数据、人物学习、电脑、杂志资料。 神器，聆听患者的心跳声，手到喝口声，用于保护自己和患者。 我会在哪里学习？我会在马来西亚学习。谁会支持我？我的家人会一直支持我。我会努力实现我的梦想。谢谢大家。Your voice.